a classically trained dancer from China who won over the hearts of Korean fans with ease, an essential piece of the K-pop group FX, here is Victoria! 大家好，我是FX的宋茜。作为韩国女子组合的一名中国成员，真的很感谢亚洲的歌迷们给予的关心和支持。所以呢，这一切我都觉得是因为通过音乐让亚洲互相变得更亲近了，对不对？我将颁奖的是 TVBS Choice 部门，是颁给在香港最受欢迎的歌手的。在这个意义上呢，其实跟妈妈也非常符合。 TVBS Choice 给大家介绍，在香港最受欢迎的明星是谁呢？一起看画面吧。 大家好，我是容祖儿，非常谢谢妈妈。